性嘅時候咧，係很足夠嘅力量。如果力量咧唔係嚟自啊，我有幾多錢喎，又唔係嚟自我啊幾大隻喎，係咪啊？亦都唔係話啊，我哋有咁多兄弟或者姊妹喎，或者我有幾多兵力，係嘛？幾多蛋或者火箭，而係咧，我哋尋求向天國嘅道路嘅時候咧。都基督同我哋一齊，我哋好愛耶穌，耶穌好愛我哋，見啲初領聖體啊，係嘛？同學啊，測試都有意見啊，都會睇得到，都問到你對耶穌基督嘅愛啊，係嘛？係咪全心？聖體聖血咧，唔單止係食啊，原來係個文約，係天主同人生活一起嘅互動嘅文約嘅，唔係一日嘅，而係一路去到永恆嘅。但係咧，我哋好多時咧，因為咧，我哋好多時應承啲嘢，或者我哋達咗一啲約咧，我哋或者一齊啦，一齊啦，一日可以，兩日可以，第三日就開始唔守噶啦。我哋叫做咩？俗語又叫做放咗飛機啦。應承咗家啦，但係咧就冇做喎，係咪啊？咁樣咧，所以咧就喺冇做嘅時候。乜嘢事發生緊咧？我哋唔守天人嘅盟約，係乜嘢事發生緊咧？今日咧，我哋睇翻《讀經一》，同埋咧係書信裏面再次提醒我哋，哇！呢句要正係乜？係種生命嚟。原來當時人類睇見啲動物咧，或者自己受傷嘅時候，受傷第一樣會點樣咧？會流血，係咪啊？哇！流嘅時候咧，哇！原本好大隻，好強壯，好叻啊！點知流一個上下咧，冇曬力啦，連連啊，唔想跑嘅，連即刻跑啦，死咗添啊！所以咧。當時嘅人類咧，發覺到啲血咧係神聖，因為佢裏邊就係生命。如果我哋流咗啲血出嚟咧，我哋就係流走生命嘅力量。啲血咧係神聖。所以咧，佢哋體會到天主個約嘅時候咧，就原本咧。只動物啦，或者只羊啦，或者牛犊啦，或者只雞啊，或者鴨啊，會唔會攞豬啊？會啊，中國人攞豬嚟㗎，係咪啊？都係豬肉做喎，係啊，係啊。咁咧，佢哋就豬去搶啲魚，咁嚟將啲魚咧，一邊咧就係撒啲人嗰度，一邊咧就撒啲人。祭或者咩嘢，奉獻俾天主，代表住天主同在嘅地方。所以咧，好似嚟曬上香聖祭台咧，供奉我哋出嚟奉獻，供奉係代表住聖基督嘅。所以咧，天主臨在喺度，我哋咧就而家撒啲血嘅時候咧，都係代表住而家。我哋大家一齊過生，一個生命嘅活動。咁咧，加啲攞啲牛啊，攞啲羊嗰啲血咧，咁撒咧，就寫著啲牛啊，啲羊咧，寫著係代表住咩？代表住嗰啲選民每個人咧奉獻嘅生命。
你哋奉獻，你哋自己俾天主。我哋奉獻乜嘢咧？啊，我奉獻個麵包，我奉獻個葡萄酒，我奉獻一啲錢。實際上，奉獻都唔係最重要，最重要係象徵住呢個奉獻係咩？象徵奉獻你哋自己。所以啲券咧，代表住我哋嘅生命力，我哋奉獻俾天主。所以咧。一半的兩計劃，我們大家都成為一個的生活。不過呢，幾時我們不守約的時候呢，我們大家答應了嘛，答應了去做的，大家一起行動，一起做的，民約是這樣的。不過呢，我們不做我們那部分呢，會咩事發生呢？實際上呢，這個生命力呢，就另外一半呢，就會無效。所以呢，我們會話，大家合作，大家一起傾定呢，要做的，一起去做的時候呢，祝福就大家一起祝福。遇到困難，困難仍然要做，堅持，就是一個祝福。但是呢，如果呢放棄背叛的時候呢，是難難受的。現在呢，我們會見到呢，如果跟我們大家，譬如大人和大人呢，爸爸和媽媽結婚是一個約定的喎，老闆和僱員一起做事是一個約的喎，你們來參加靈室和神父是有個約的喎，不過咧，我哋會睇得到爸爸同媽媽有個約同仔女嘅喎，知唔知咧？仔女咧好多時咧，因為細個唔知啊，因為咧好細個你哋係咪啊？爸爸媽媽咧就會帶唔知。有幾清楚啦？咁咧，佢哋識唔識守約噶？你祈禱啦，媽咪叫你祈禱，爸爸叫你祈禱，去參加嚟神，佢會唔想啊？會啊，就唔去啦。考試啦，又唔想啦，就唔做啦。所以咧，我哋會見到咧，大人咧，大家互相守嘅約嘅時候咧，就互相。知道尊尊重呢個，所以爸爸同媽媽彼此嘅相愛、互相合作，佢哋咧以身相顧喎，要愛呢個 BB， 或者要愛個女女、男仔，俾佢讀書，愛呢學校同校監、校長、老師，大家都有個約，幫個小朋友嘅喎。我哋呢個係咪好容易㗎？真嘅，唔容易嘅，大家一齊努力做嘅。遇到困難仲做唔做啊？仍然要做嘅。遇到人哋反對，人哋唔攻擊我哋嘅時候，甚至乎有病毒加入嘅時候，有人侵入我哋嘅時候，我哋做唔做得？得嘅，我仍然要做嘅，唔係話唔做唔做啦，唔使啦。不過咧，細路仔得唔得㗎？細路仔咧，好容易咧就有咩？雖然咧，你哋領咗洗啊 ，B B 領洗嘅時候係咪啊？但係好容易咧就有七罪重，好容易咧都唔明咯，就唔明啦。或者同爸爸或者媽媽有個約，大家約定咗，你點將我哋一齊出去參加嚟？係唔定起身就唔起身嘅喎，咁邊個？媽媽爸爸又要寬恕喎，係咪啊？成日寬恕喎，實際上寬恕嘅時候咧，你估都唔到啦。寬恕一次，寬恕兩次，寬恕三次，成日寬恕，實際上咧係一種心結冇出嚟，就好似媽媽咧係有個 B B 嘅時候咧，個 B B 你會食乜嘢嘢咧？就食媽媽嘅血嘅，
佢飲嘅嘢㗎，佢食乜嘢嘢啊？就食媽媽嘅血，飲媽媽嘅養分。同樣，當 BB 出咗世，你估佢哋一路咁長大嘅時候咧，係靠邊個嘅？唔單止媽媽嘅血啊，單止媽媽嘅精神啊，而家全部都咁啊，爸爸。